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，我是主播迷妹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温情科幻片《绿光》。惨败景象的星球上已经没有人类生存的痕迹，仅剩下人类模样的小耳朵兴奋地走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。他发现了不远处人类文明的遗迹，兴奋地跑进去捡垃圾，不对，是进去寻找生命的迹象。他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房子，开门进去后发现正对着大门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画，是人类和机器人的合影。突然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响，转头一看，是一个正在挣扎的机器人，他因为胸腔破裂漏电很快就失去动力倒下了。小耳朵兴奋地拿出工具哼着歌，准备对他进行大改造。画面一转，机器人的第一视角突然闪现，是他过去的回忆。他和同伴们一起来到这栋房子，突然一个变异的红眼机器人从楼上跳下来袭击了他们，他的伙伴在这场战斗中全部丧命，而他只是被打伤就晕了过去。被小耳朵修复好的他记起了这一切，他看着自己完好无缺的身体有些愣神，破损的胸腔已经被钢板固定住了。小耳朵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，意识他提着篮子和他出门，他明白是眼前的小耳朵救了自己。小耳朵带他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，机器人握紧拳头拍着胸口对他敬礼，小耳朵觉得很有意思，也照着样子学了起来。他拿出了一株植物，想让机器人和自己一起努力，在这片废土中培育出绿色植物，让星球重返生机。小耳朵想将仓库的门打开，但是自己力气太小，没有办法转动阀门。向机器人示意后，他竟然直接变换形态，将左手变成了机关枪，打爆了仓库大门。完成任务的机器人再次对小耳朵敬礼，但小耳朵不喜欢这么暴力的他，立马对他进行了改装，将他手上的机枪卸掉了。此后小耳朵就一直和机器人生活在一起，教他打字、挖土、种树、下棋、捡垃圾。机器人每当完成任务就会向小耳朵敬礼，这个动作已经成为了他们之间无声的默契。这天小耳朵因为天气不好准备赶回实验室，却意外地发现了地上的一株绿植，他兴奋地将它装起来跑回去，想和机器人分享这份快乐。没想到一开门却看见他和红眼机器人对峙的场景，他的左手已经被红眼砍断。看到回来的小耳朵，机器人让他赶紧跑，两个机器人扭打在了一起。失去了机枪的机器人根本不是红眼的对手，只能被动的防御，子弹打穿了他的脑袋，他倒下了。正当红眼要了结机器人的时候，小耳朵趁机偷袭了他，让他陷入了瘫痪状态。此时倒下的机器人也进入了狂暴模式，将右手变成刀捅进了红眼的身体。红眼痛苦的挣扎，手里的机枪也不停地四处扫射，最终死在了机器人手里。然而小耳朵为了捡绿植在扫射中死去了，机器人因此颓废了很久。他看着手中的绿植，决定替小耳朵完成他的心愿。他带着绿植走出了实验室，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，实验室的大门已经锈迹斑斑，一个非常像小耳朵的宇航员来到了这里。他看着眼前满身锈迹的机器人，轻轻地触碰了一下，机器人突然睁开了眼，但他此刻只能看到一点模糊的影像。他以为眼前的人就是小耳朵，他耗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对眼前的人敬礼，然后永远地沉睡了。而实验室外的世界，在机器人多年的努力下，已经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。是小耳朵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做完了这一切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对小耳朵的忠诚也不曾改变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点赞、关注、评论的话，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。科幻战舰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电影，下期见了。